爱我 ready 上场，来吧。爱你 ready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甜心轰炸机。上一个说这个的是糖果超甜，好像。大家好，我是飞行播音员甄明星，整明星。当然，如果可以，也可以做你的小狐狸。大家好，我是从 K 星球来到地球的飞行指挥官李泽坤，阿斯卡拉。K。大家好，我来自 LOC 飞行空少利路修。哇哦！大家好，我是超级无敌爆炸螺旋升空200千米的轰炸机机长助理刘唐辉，大家可以叫我辉仔。哇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飞行员谢新阳，小杨小杨值得表扬。嗡嘣！哇！扶摇而上90000里，大家好，我是甜心轰炸机机长王孝成。哇！接下来带来我们的表演 ，Are you ready？ 爱我 ready。没有什么，我没有选择。大家是在最后关头全部涌成了一个组合。这个什么歌？我也不知道。这是 F 组吗 ？F 组。Yes， 我们 together。六个人都不知道这是啥歌。我们连领头的都是 F 班的。14组，只有我们这一组是最特别的。谁想当中学委？我想当中学委。自己有了一些前车之鉴，是有能力可以担任这个中心位的。我之前在我那个团里面一直是 C 位。我很想要在舞台上发光，我就是要做一张最闪耀的辉仔。啊，既然进来了，那我就一定要把握好机会，抢到自己喜欢的东西。我宣布，我的中心位是王孝成啊。为什么大家想中心位？啊，真的不多。我本来来这里为了帮助两个朋友，学汉语。导演看到我觉得我会说中文，然后我长得也还可以，所以他们说你要不要来试试新的生活 ？Are you ready？ 再来一个。蹲的时候是往前，不是往后。再来，蹲、站，不要这样，全脚掌着地。蹲，但是你要使劲儿。你说你长这么壮，你的腿为什么不用力呢？再来 ，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舞蹈很复杂，同时要唱歌，体力还不太足够。要去做妆法，晚上的直播。我去直播。所有人都要在。直播？什么直播 ？We're gonna make up and everyone. Yeah, everyone. 嗯，我要天天唱歌跳舞。我现在真的很累，有点后悔。不料气早晚，把酒就杯上顶上都去红醉。下来的表情，表情。我没有表情。开心的表情，开心了要回家的表情。说的跟一轮游了一样。那李路修可开心死了，昨天跳到5点。为什么是家里吗？会在最近疯狂的练习，因为我们住在一起。咋啦？我有点心跳，我的心跳。行。我和谢新阳加练到很晚，因为我们真的就是太菜了。现在要偷偷的努力，然后再惊艳所有人。我们是难兄难弟，菜鸡不仅可以互啄，也可以互助，还挺感人的。我不害怕，我可以随时走。就是我看他们很努力，然后我也想努力一下。你可以叫我我吗？可以呀、啊。你都会，你叫我吗？好，帮你稳住。嗯，你再做一次。嗯，要好一点。嗯。嗯，好一点，加油！
加油 ，fighting！ 你别担心，我们的时间都是一样的，你别觉得我们是花在你身上或者怎么样，其实大家都要抠动作的，是一样的。来，现在有些人支持帮助我，比我之前努力更多，进步更多。当小猪也有表白进去。I ready。当小猪叔也有表白进去。来，小加油，不哭，为了别人的梦想。来，为了别人的梦想。专业陪练。我想把这个跳舞完成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 team。六兄，生日快乐！现在你要大声地告诉大家，在这里面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少年一遍。OK, you're my best friend. 哇！你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凶，相反，你是一个很温柔、很善良的人。尤其是在昨天的时候，我老是被给绊倒，然后你做了一个举动，就是你上前去把他那个……对，当时我就觉得哇，很暖心，当时就很感动，对。没有明白，我明白，明白。在一方面我想离开，在另一个方面我想留一下，有新朋友，不错。啊，笑一个 ，smile， 但是也想用手机回家。哦，那就先来看看时而想回家，时而不想回家，但又真的想回家玩手机的李鲁修和他的新朋友们的表现吧。谢谢，好帅！谢谢，刚刚镜头抓得好好。郑明星，
谢谢 Are you ready? 爱我 ready? 谢谢，也有请宁红甜心一起来到台上。お疲れ様です。お疲れ様でした。现在是创始人撑腰时间，先表演的霓虹甜心队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霓虹甜心的一号沈源，上品一翔。阿豪学员，阿有兄简吉佑。三号学员佐藤永翔。四号学员叶浩仁。五号学员宇坚雄兵。六号学员徐胜姿，请大家为我撑腰，为我撑腰，请为我撑腰。我特别喜欢女生田菊舞，她的很多 old school 的那种范儿做得特别好。佐藤永翔，他本来就长得很有特点的那种好看，然后在那个霓虹甜心的里面，我就感觉他就是我的甜心那种感觉。时间到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是。Are you ready? 爱我 ready 队，我是来自 Are you ready? 爱我 ready 的一号学员王孝成，六修二号，三号学员辉仔刘唐辉，四号学员谢新瑶，五号学员李泽坤，六号成员郑明鑫。谢谢大家为我撑腰，谢谢。谢新瑶，我觉得他是他们组今天表现的最好的一个。那个利路修，他出舞台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他来干嘛的。然后这一次我看到他正儿八经努力了很多，进步太大了，就是表现管理需要再提升一下。